他做工非常好吗？坦白讲，还真的称不上非常好。但原型是很还原的。但我们还要考量一个现实：小普屋这个形态，它精品的选择其实不多。哈哈，欢迎来看 KT 叔叔公仔开箱。今天要来跟大家开箱的是这一支最新的出阵系列小普屋啊。出阵系列这样子一路从赛亚人这样出啊出啊出的，出到反派角色嘛。前一支是弗利沙大王啊，现在轮到了普屋啊，出阵16。哇，没想到出阵一路出到出阵16了。这支普屋其实从官方图出来就蛮多人期待的，究竟这一支值不值得我们买呢？马上就为大家揭晓 ，Let's go！哇，出阵系列现在包装除了有一个塑胶袋以外，里面还会用这个泡泡纸来把公仔本体包起来，包得很用心啊。由此可见，我们是可以期待一下它的涂装做工的。然后有一个脚撑啊，这样看应该很明显，其实不需要脚撑，它就可以站立的非常的稳了。那这个脚撑诶是做黑色的，如果你的公仔柜正好底色是黑色的，那这样子正好有一个保护色，也不会很明显啊。好，我决定就先不装这个东东了，带大家看一下公仔细节啊。我们从头雕开始看，脸部表情非常的还原。普屋这个状态应该就是他刚变身成这个样子，他就是这个表情。你要说他算是这个小普屋初登场也 OK 啊，就是把他本来吸收的一个一个吐出来之后，然后就变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又称叫普屋纯粹啦。然后他的眼珠子是红色的，看起来就是非常的邪恶，果然是纯粹的魔人普屋啊，表情相当的严肃，那其实也没有透露太多的情绪。我觉得这个是普屋一刚开始初登场那个非常冷血的样子，非常的棒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身体的皮肤，哎呀，大家都说他皮肤很光滑。实际上呢，让大家看一下细节，其实有很多的细纹。你要说它说是刻画，我觉得称不上刻画，就是细纹啊。毕竟这个时候普屋刚登场，以这个形态出现，它也没有什么战损，反而是比较正常的模样啊。这个上半身粉红色的肤色，几乎是塑料成型色的一个涂装啊。你要说它有哪边做阴影吗？坦白讲，我是觉得是没有啦，但是就是相当的还原。这个手的细节啊，旁边这一圈都有把这个金属器的感觉给做出来，然后中间这一条，哎呀，分模线稍微清楚了点。然后我们看一下下半身，我觉得它的裤子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涂装，自然的皱褶，然后细细的痕迹倒是没什么，毕竟已经有非常多的皱褶了啦。这鞋子的刻画其实是蛮不错的。然后这一块就跟它的手上的护具做的一样，就是有把这个金属色做出来。哎呦，还不错，大家觉得怎么样？给过吗？可以在底下留言处留下你的看法哦。那我现在就把我之前那只一番赏的小普屋拿出来对比一下。大家看看，这是这一次出阵的小普屋，那这是之前一番赏的小普屋 ，size 上一定是一番赏会稍微大一点点。其实我们这样肉眼可见的就是涂装差异，其实相差非常大啦。不过老实说，我觉得左边这一只普屋的样子是最经典的，就是它一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超级冷静的样子，但是后来那边打斗有的没的，才有一些比较调皮啊，比较北蓝的表情啊。其实我蛮喜欢这种没有什么表情的样子，但因人而异啦。有些人可能会喜欢这种有表情啊，有动作可以恶搞玩一下，对不对？毕竟哦，右边这一只1000块啊，左边这一只400块，我还是觉得这个涂装如果在肌肉线条稍微加深一点点，会非常的好啦。这一条，这个是阴影，那我换一个角度，有没有就变没颜色了？对，这个是灯光自然灯光生成的阴影，而不是它涂装上的阴影。
好的，总结一下这一支出阵的普乌啊，可以说个人认为它涂装就是近几年万代精品的样子，几乎是塑料成型色啦。但坦白讲，我觉得它原型是非常非常还原的啦。那裤子稍微有一点点阴影的涂装，一点点，它做工非常好吗？坦白讲，还真的称不上非常好。但原型是很还原的。但我们还要考量一个现实，就是小普乌这个形态，它精品的选择其实不多。我印象中就是之前有一支 G Materia， 就是手举高有一个特效键的那一个，然后站着这样子死板的样子的，好像只有这一支了。那我知道 GK 那些都有，但我们就不讨论，我们现在就只讨论这个正版授权的精品跟一番赏。一番赏价格又偏高了一点啦、啊、那精品的话没得选。如果你喜欢普乌他一刚开始登场这个样子很冷血没有什么表情的样子的话，我觉得光是这一点他是可以收的啦。那如果你其实比较注重更细腻的涂装啊，细节刻画做工的话，我觉得这一支你可能不会很满意哦。那以上就是 K 叔的分享啊，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啊、哦、按赞订阅，然后分享给你身边所有喜欢七龙珠的朋友们，让他们知道有一个专门在做七龙珠公仔相关影片的频道，叫做 KT 叔公仔开箱。谢谢谢谢。那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来赞助 KT 叔叔，支持 KT 叔叔制作更多七龙珠公仔相关的影片啦、啊。也可以透过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功能，给 KT 叔叔一次性的赞助 ，KT 叔叔都会超级感谢你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喽，我们就下一次开箱见喽，拜拜。